一样，两脚打开与肩平行同宽，好，把手张开，吐气吐屈膝坐胯，两手自然下垂，膝尖不要超过脚尖，踩下去吸，吐气吐屈膝坐胯，踩下去吸，膝盖一停，膝盖的伸展度一停，手就要停。膝盖一开始弯曲，手就要落，吐气吐，踩下去吸，两眼要平视看远，吐气，吸气吸，吐气吐，吸，这叫棒吸法。